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第二天做起观光大使，甲瓜地马拉总统贾麦代来到蒂卡尔国家公园。蒂卡尔是马卡文明中保留上完整也是上大的位置，被称作是马卡的心脏。两位总统一同欣赏马卡时代传统舞蹈甲球赛，也伫神殿进前握手含影留念。最后，蔡总统也变出二号神殿，亲目睭见证新笔的马卡文明风采。贾麦代也特地用着拄啊学到的中文对蔡总统讲加油。在上面看的感觉怎么样？非常的辽阔，真的很棒。我们很欢迎我们的国人来这里走走看看，来认识我们的友邦，还有我们友邦的历史跟文化。这里的玛雅文化真的很棒，我的体能还算不错。She， 加油！出访友邦国瓜地马拉最后一晚，蔡英文总统也举行答谢晚宴，双方都非常珍惜宝贵的友谊。贾麦代再次向蔡英文表达其本人相关见解，愿意在世界论坛顶面为台湾发声，表达出瓜地马拉对台湾相坚定的承诺。我要重申的是，我瓜地马拉对台湾最坚定的一个承诺，我们一定会在国际的所有的论坛上面成为台湾之声，台湾的声音，伸张正义，让全世界承认中华民国的主权，让联合国也能够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够认识台湾真正的价值。台湾加油，台湾万岁！剩了最后半天的瓜地马拉行程，两位总统将前往互相合作建造的病院进行正交仪式。蔡总统表示，希望这样合作会当收获更加多民众的健康。记者徐峰，瓜地马拉采访报道。